好不好玩呢、啊？好玩！你的飞行技巧跟史威一样非常厉害。怎么可能？我应该比史威厉害很多才对。看好喽！启动自动驾驶。接下来这招史威绝对做不到，叫做你看得见我，然后看不见。啊！嘿嘿嘿嘿。Body， 你跑去哪了？你们看，是拉德哎，在 Body 的飞机上，他在那里做什么呀？应该是 Body 带他去飞行，然后决定要玩飞机漫步。他超爱那一招。哇 ！Body， 你在哪里？哦，我在这里。哦，Body。可以请你回来坐着好好开飞机吗？嘿嘿，不用担心啦，我设定了自动驾驶，很好玩吧？呼呼，你看得见我，然后看不见。糟糕，巴蒂，救命啊！怎么办？巴蒂滑倒了，去帮他们，放后加速飞。好了，这个新引擎能让你的闪电号动力更强。哦，那飞行秀时我就能使出超帅招式，可能连雪燕小队都会很佩服。我等不及要试飞了。苏菲，拉德在巴蒂的飞机上，他们现在遇到了麻烦。救命啊！糟糕，拉德不会驾驶喷射机，史威，快过去帮忙。没问题，该去争取荣耀了。巴蒂，飞机漫步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摔下来哦。对，我当然知道。